今日阔太李念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身穿白毛衣花瓣裙的她斜扎马尾装嫩，李念也自黑称演员好似活道具，今天需要装纯装嫩，真是对不住大家了。网友纷纷调侃，还是海藻适合你，装嫩是不是很辛苦？也有人发现了照片上的亮点，这腿劈的也太夸张了。25日晚，阔太李念与粉丝分享一张工作片场的侧拍照，他还感言人应该要简单自足，长乐和宽容大度，这样才能记得和不错过人生的美好。尽管已晋身娱乐圈辣妈行列，但照片中的李念长发侧披一肩，宽松衬衫露出白皙光滑肌肤，整个人依旧如少女般美艳。今日阔太李念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身穿白毛衣花瓣裙的她斜扎马尾装嫩，李念也自黑称演员好似活道具，今天需要装纯装嫩，真是对不住大家了。网友纷纷调侃，还是海藻适合你，装嫩是不是很辛苦？也有人发现了照片上的亮点，这腿劈的也太夸张了。25日晚，阔太李念与粉丝分享一张工作片场的侧拍照，他还感言人应该要简单自足，长乐和宽容大度，这样才能记得和不错过人生的美好。尽管已晋身娱乐圈辣妈行列，但照片中的李念长发侧披一肩，宽松衬衫露出白皙光滑肌肤，整个人依旧如少女般美艳。